Why you took my soul away？ 他好强哦！这下喜欢吗？哈大明星的观众朋友们好，我是李芷婷 ，Nashi。Yeah！ 我们今天要来做一个快问快答。10秒内介绍新专辑。我觉得是我这次的专辑是主要是在诉说我19岁以来活的所有的事情都写在这里面，就像一个日记一样。讲出3个梦想职业：画家、太空人、占卜师。为什么会想当太空人？因为我很喜欢探索宇宙的一些什么天文，就是一些行星方面的东西啦。难怪你那个专辑封面很有那种 feel 的感觉。对，很有那个就是科技感的，比未来世界的感觉。理想型的3个条件，人品、样貌、才华。对，样貌的部分是指？样貌的部分就是指我们现在青少女就是非常的看颜值，对啊。演艺圈谁是你的理想型？我听到我经纪人笑了一声。我知道，其实上次报道有说啊，我们好像都知道哎、欸，啊、没有其他变化、啊。对啊，我现在目前怕他。你要不要跟大家说一下是谁？虽然已经有公布过。就像你这样子好好听哦啊！如果想找我 beat 的话，我很乐意哦。最喜欢找我 beat 吗？最喜欢他哪一首歌？是很喜欢，我喜欢他的那首《球》。哦，你会唱吗？可以唱一两句。Why you took my soul away? Girl, you took my heart away. 换回来。别将我的灵魂摧毁，就算已经食之无味。早知道你是大反派，被你囚禁不意外。Why you took my soul away？ 他好强哦！这下喜欢吗？用一首歌形容现在的感情状态。没那么简单就能找到。我一言难尽，没那么简单，太难了。有天籁歌声，但体味很重。另一个是走音到爆，但长相很帅。你记得我刚刚前面访问的时候说的什么话吗？什么？我是想要请在我们这个阶段的小孩，其实比较很颜值的，就是我们不会想这么多。对我来说，不会唱歌没关系。对我可以教你，所以第二个吧。青少女就是非常的看颜值，青少女就是非常的看颜值。少女94任性，随机嘟嘴3连拍。嘟嘴3连拍，好。1、2、3。又一段舞，表示你现在的心情。I'm not a little girl anymore， 让人轻易的我泪流，我真的找回自我，也找到能够开心的理由。全部的故事都是来自于我的生活体验，就是我活了19年的所有故事都写进去里面了。我有写我离家去追梦的心境啊，有写我的上一段感情所挫折成长起来的那个感想，还有写一个酸民，然后也写社会的现实面。然后这首歌就是写我整个追梦的心路历程，也想鼓励大家说，不要畏惧自己心里内心的话，我就努力的勇敢活出自我。我要感谢我的粉丝，就是陪我一起长大，就陪我一起经历我这个人生中最重要的时光。然后，实体的活动呢，
我觉得不远了，所以我真的非常非常期待的跟你们现场见面，然后唱我的歌给大家听，谢谢大家 ，I love you guys。如果大家想要知道我最新的消息的话，可以在 IG、YouTube、Facebook 搜寻我的名字李芷婷 Nasi， 就可以知道我最新的动态喽。你能不能看得到世界的尽头？发现 UFO 在飞，没人也在游泳。到底是万有引力牵着我，还是因为有你把我紧紧占有？我没说爱你，你就无话可说。于是我们掉进平行时空裂缝。到底是万有引力牵着我，还是因为有你把我紧紧占有？我没说爱你，你就无话可说。这个世界上的谜题太多。